战舞团合作，将为我们带来乐舞《金瓶月》。那这边也跟各位预告一下，就是上林燕乐社今年也有幸受到那个2024台北灯节的演出，那我们将会在3月2号的晚间7点表演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2024台北灯节的光舞台这边看我们演出。光舞台的话是在中山堂外面，会非常的显眼。再来的话是3月2号，我们也是有响应台北灯节来举办一个上元春灯祭的活动。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中山堂广场旁边的永绥街，我们是封街去举办整个汉服主题的活动。那非常多的周边体验都可以一起来玩。Thank you.
非常感谢我们树林音乐社以及陈振